就是不怕那个很香，怎么讲？很香，我们来了，跟那我们那乌达斯达。煮饭呢？阿皮达阿皮达阿皮欧吉耶。阿达利阿皮达阿皮皮。乌达斯比比比比，乌达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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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达斯比比。比比乌达斯，乌达斯比比乌达斯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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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达斯乌达斯比比。比比乌达斯，乌达斯比比比比乌达斯，乌达斯比比乌达斯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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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大师比比，他姓吴的大师啊，他妈妈的啊不，他的老婆叫 BB 哎，哦，他姓吴叫大师，哦，吴大师太太叫 BB 哎，吴大师 BB， 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就叫做吴大师 BB。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啊，真的吗？对，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说出来？对，海绵体的啊 ，BB 是洞口。对，桃山村的，不好意思，扯远了。对，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我想吃饭怎么讲？马烧让你。马烧让你。嗯。关机。啊，你放出来。阿妈。我肚子饿，我想吃饭怎么讲？马烧让你。马烧让你。嗯。就这样吗？你让我迷上。哦。什么？你让我迷上。不打是比一比。在里面。
哎，那个很厉害，怎么讲？很厉害。Blackbee。哦，那个赶快吃怎么讲？赶哈里，像他刚那个会吐出来，有时候小莫吃到钱币吐出来，吐出来怎么讲？The blade hun， 啊 ，The blade hun， 不要吞下去。也落吞。啊，好，那个吃饱了没？等于是的。啊，那个肚子饿吗？母类是，啊，那有时候说他不想吃，就不要装了，赶快吃，卖给新人，盯夹盯夹。有些不好意思，啊，你就是不要假装怎么样。那个比较长啊，就说不要假装怎么样。嗯，也是难的，更哈的。也是难的，更哈的。哦，马怀说啊，别打扰我喝酒，好，别一直拍我。打扰怎么讲？啊？不要吵我！哦，不要吵我！Yes, I go stand. 好，谢谢哈。不知道。啊？那？是不就是打你啊？啊！就是说，不要笑我，不要嘲笑我，怎么讲？有啊？不要嘲笑我。也过很理性，也过很理性。哦，好，谢谢谢谢。好，你照他们。满住啊！千万不要照这个，有危险发给我。爸爸，哦，那是你爸爸，为什么照屁股？你必然是你爸爸的脸。你说我太烂了。我没有说你很烂，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是你煮的，应该是很好吃的。打包不了，我不是人，你想吃？我煮安东味。喂，那是那样自己来咬，没有那么多没伤。哇，哇，安东呢？哇，你们结婚了？没有，我们要结婚了。听我要去他那边给人家请的，来，坐坐坐坐。奇怪，你们衣服的少，挂一个领带，那是什么？是那个吗？这个上面的红色的领带，代表什么？奇怪，为你结婚嘞？你要去？对呀。你们三个人他妈不穿的，什么？不穿的。你爸爸是你的教授吗？我给。啊，你好干嘛？哎，对对对。妈妈的，你这样的。我去跟二哥借。二哥的。Gay na yamada ka
这是什么？那个谁吃饭的啦。妈妈，你吃，我等一下吃。妈妈，你跟着那个什么？到了，到什么？你干老妈是干好啊？你妈好在。你干那个，那干多少关的嘞？你们干干的那。哪里往等他嘛？还有一个说，怎么说？比较黏的，跟我一样，就是开场白而已啊，你是。开场白而已哦。而已呢。你们要考我，你想上我？小姨嘛。而且你钢筋也是很的。灰青。那有那个还要扣，我还要开很长。妈的，妈的，你要什么？完了，那个。你刚说不是过去。看你光头音啦，也是很像，有点老花眼，是有色吗？老花眼是色吗？都可以。看他那边什么他来，我吃肉比较重要。给那个头很亮的那个。哎，医生。妈，你干嘛？你干什么？没有啦，干嘛？我们来喊，我们来。那如果说那个有时候他们两个瓜牛会在那边交配哈，那个黏在一起，那个交配怎么讲？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对我对呀、啊，嗯，在叫骗子说话呀，那个叫罗罗，大哥，在叫骗子说话呀，那个叫罗罗，大哥，在叫骗子说话呀，那个叫罗罗，大哥叫罗罗，那个叫罗罗，马哥是大哥，马哥，马哥，嗯，在乡骗叫做马哥叫罗罗，马哥叫罗罗。啊、在香贝叫做马卡丘罗罗，马卡丘罗罗，啊，是吗？在香贝叫做马卡丘罗罗，马卡丘罗罗，啊，是吗？马卡丘斯巴拉呀，马卡丘斯巴，马卡丘斯巴，小贝来着，哦，马卡丘斯巴斯巴，那如果那个蝴蝶打爆了。马卡基斯巴拉呀！马卡基斯巴，马卡基斯巴，小贝来着。哦，马卡基斯巴斯巴。那如果那个蝴蝶，打爆了。公的跟母的怎么讲？公狗跟母狗怎么讲？金纳金纳干嘛干嘛呀？金纳金纳干嘛干嘛巴多？金纳金纳，金纳金纳就是母的。金纳金纳是母的。嗯，干嘛干嘛就是公的。干嘛干嘛，巴多就是狗。哦，金纳金纳就是母的。金纳金纳是母的。嗯，伽玛伽玛就是公的。伽玛伽玛。巴杜就是狗。哦。金纳金纳就是母的。金纳金纳是母的。嗯，伽玛伽玛就是公的。伽玛伽玛。巴杜就是狗。哦。乌达斯比比比比乌达斯乌达斯比比。乌杜沙印图案。乌达斯比比乌达斯比比比比乌达斯。比比乌达斯，乌达斯比比比比比乌达斯，乌达斯比比比。要换盘子了吗？可以。还需要切吗？就是这样。哎呦，喂嘞，哎，小哥这个老张可以教你些。因为叫他家的猪肉可以呢，也不会很肥，吃起来肉又硬，好吃。谁家的？不会肥肥的。开放店。阿叔，谢谢你。哎，这个去哪吃啊？路过就吃了。看，
烟比你多了，你看到我抽的烟比你多了，你看我那老烟。早上布丁呢？我一直要吃哦。给我。给我这样。李国旭。国小姐。那这不行。高人啊。老贝，吴太，妈嘞，你提的意呢？亚文，你哪个到嘞？爸爸，你是谁呢？妈，你要到了，快点，爸爸嘞？妈妈最爱的。木贝，木贝，哎，木贝呀，木贝呢？你刚刚说那个 snaggy 是什么？你刚刚在讲那个女生什么 snaggy？ snaggy 就故意的。snaggy snaggy snaggy 故意的哦，假装的。调刚而已。嗯嗯。哦。假装跟故意是一样的吗？差不多呢，我们的翻译是这样。不是说你不要那么做作什么？对对对对对，就做作啊。啊。那你空腔了不要吗？那你跟那个啊，干嘛不讲？那个吃完不要有剩下的。Yes, lang. Yes, lang. Lang 是剩下。哦，吃完怎么样？不急不赶。啊，不急不赶。不急不赶。不赶。好，不急不赶。好，谢谢。你问那个呢？有五等你呢。今天很特别，找人呢。去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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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 beatbox 哈，那就开始表演喽，来呗，开始。很好。看这边，看这里哦。问你敢不敢？在这个夜里爱我，想要这样我。
我问一下，你会讲哪一些道卡斯族的话？随便，字都可以。嗯，有没有妈妈或爸爸什么简单的一两个字呢？谁会？因为没有啦，因为我们才刚开始准备要准备资料要学啦，就都还没开始上课。没有，我们没有失落很久了。母语发展的比较晚。对，因为我们有没有剩下的文字单字的话，只剩下100多个字而已。100多个字。对，因为以前流落的部分有没有，有的都没有保存起来，然后一些祈祷有没有都已经过世了，所以一些有没有文字啊什么都没有保，所以现在目前只剩下100多个而已。对。70、80岁的还有人在吗？70、80岁的有，不过他们所知道的母语的话很少，对，然后他们能流传下来的文字也很少。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五度沙印图案，五大师比比，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吃饭，吃饭，你小孩子来了，吃吃早餐了。妈妈的头。叔刚刚妈在一起，可以。早餐还没喝吧？好，给你做冰车好不好？给你做冰车。好了，我放好了。好了，爸爸继续帮你走了。拜拜。真的。阿姨，我来问一点母语哈。那个德鲁古话说，你们怎么认识的？怎么讲？乌央纳姆米萨姆格格拉。乌央纳姆米萨姆格格拉。米萨姆格格拉。好，那他有在追你吗？布拉干苏纳。布拉干苏纳。你再念是慢一点。布拉干苏纳。布拉干苏纳。啊，你们有在一起吗？你们那个噶那么舒服的，噶那么舒服的，噶那么舒服，舒服，大后面还有大，噶那么舒服的，在一起了吗？那个是问号。你们什么时候结婚？没工那么跟我。早一点生小孩怎么样？都进那哈里大概。生多一点。都进那的哈里。那个，他对你好吗？怎么讲？阿盖，唔多安顺啊，他顺着你了，他对你好的意思。我的老公很温柔，怎么讲？阿盖，就是 baby 很深奥，还是为什么会温柔？就是脾气很好了，是我老公脾气很好。好好些，像有的很凶啊，很坏啦，也都说我的老公好。很凶是打动的，很温柔是妈的，一个统称，一个统称是妈的。哦，不可以打老婆，怎么讲？你都是不有。那个有的女生会说我的男朋友很宠我，怎么讲？跟着我过那边都哄我。那我问一个哈，那个结婚他们是啊，那个会亲亲脸哈，亲怎么讲？亲，亲爱的亲哦。亲亲嘴巴亲脸，不是那个吉数哦，就是德鲁古本来的话怎么讲亲？动我，像有时候会亲小孩子、亲孙子。动我，动我是亲了、吻了那个意思。那如果那个舌吻怎么讲？你什么出来英文啦？不是老英文出来。他说我会记是他那个听懂，那个可以那个。如果现在他们讲那个垃圾怎么翻？垃圾呀，要问垃圾那个德鲁古，要问垃圾是。那个我说不出来，对，要问出，你说都理对，那朋友，垃圾啊，垃圾啊，什么个呀？舌头伸出来，意思是接吻。垃圾不是舌吻，就是动物，我叫德鲁古，原住民，动物。
我不会解释叫你老婆来，哥哥你过来，哥哥真的被我怪很尴尬的，不是我不用解释了，直接行动来表示。好声音高，没有垃圾，没有垃圾，我垃圾死的个，那个什么慢吗？你慢你慢，不是他是黑的是吗？他不会很慢的，没有时间了。石头最石头吧，就这样子。对啊，就不够，而且那个贵了，种草莓怎么讲？男朋友都会没有呢，没有，我们没有的，不是这个，有时候会稀稀的一块一块的。没有呢，我们没有画，我们只会讲曼巴那花露水是怎么红红的，没有正常的。那如果吸，就是吸到脖子红红的怎么讲？吸怎么讲？吸奶啊，吸珍珠奶茶那个吸怎么讲？很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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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你不要把那个又颠倒讲好不好？我会被你们误导呢。你要问姐姐最近那流行的歌。对啊，你们现在那个什么七零年代的小朋友讲。再介绍一下国语名字。国语名字叫白宇浩。太阳名字。太阳名字叫宇浩。哪一组？太阳组。住哪一村？阿华村。哪个国小？阿华国小。几岁？几年级？八岁三年级。好，旁边给他鼓掌一下啊。好，谢谢哈。一束花啦，一束花啦，一束花和美染了干湿木。一束路观之后那道路暗淡，不计数那奴婢，一束花啦，一束花啦，一束碧柳呼吸不能安啦，一道瓦阿尼嘎阿皮和佛路，只有那古瓦都告诉娃娃他天心很暗，你爱你妈妈古星啊，白羊几嘞？哪一代呀？古星啊，白羊几嘞？哪一代呀？姨妈，白羊几嘞？一宿舍外，白羊几嘞？不不来，伊叔阿叔呀，白羊几嘞？老黑笨阿三，怎么落寞？我要换。白羊的马路是个烂古井。我阿啥意思？我阿啥意思？花束花纹，我阿啥用么？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五度沙印图案，五大师比比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
流行这个字的如果话怎么可以讲？可以怎么讲？这个字大概怎么可以讲？现在都流行手机啦，流行 FB 啊，没有这个字，大概可以怎么讲？用什么形容？就大家都会的。通常我们都会讲，直接讲说现代的人这样。那个好，那我问一点那个健康教育的了哈，那个。国小国中现在都讲说要注意不要怀孕或是染病要戴那个套子，你给我个戴帽呀？那个怎么翻？那个可以怎么翻译？你会用德鲁古话怎么翻？翻译啊，靠，创意一下。保险套怎么翻？你去问哥哥，这个就叫问哥哥。他那个像我们现在的小孩子敢讲的，我们没有。不是那个可以怎么翻译？因为像有些小说、电影，像《戴德克·巴莱》，你要翻成国语跟英文嘛，要翻译吗？可能我是比较不翻译的那一类，我没有接触，所以我不会。没有啊，意涵，你会翻吗？那个保险套可以怎么翻？他们不敢讲，应该算是怎么讲？算好是好。你想说那个？雨衣啊，那个嘎巴雨衣的。雨衣啊，不然嘎巴唔就那么贵，还搞些。也有个。哪个被母子去了灯？灯对，没有这个文字，像我们没有。那还好。那个比较窄，那个避孕可以怎么翻？像有的生太多，生十二个，不要再生，你叫避孕。我们只讲，我们只讲一个特色。做什么？竹子，我们没有避孕酱，就是德国的，避孕很多呢。没有，就不要再生了，怎么讲？就是他有时候生太多，生十二个一打。一二，意思是不要再生的话，一二度进来，二一打，不要再生了，要一直把它做成这样。生孩子要好好养孩子，怎么样？但是途径大概很多的忙啊。那养孩子要好好教孩子。的忙是大概很多的吃米撒。那个要教小孩子礼貌，要教小孩子有礼貌。要多赚钱给小孩子念书。阿姐好听的，阿姐，这个好了。银达的皮蛋，爸嘿，来打开。银达的皮蛋，来不把它给打开。那个。每一个老人跟大人都要逼小孩子讲德鲁古话。就是每一个大人、老人都要逼小孩子。所以，跟今个老登山个，都要得摸的至少个德鲁古个拉哈那么。那个大人要跟老人学德鲁古话。小孩子大人要跟老人，像有的妈妈五六十岁不学，然后他跟 Lowden 的爸也学，他才能教小孩子。So， 我该那都还比什么都还高，都还都还都还比 Lowden 的比什么都还高，都还高。那个 Lowden 是什么？我以前又叫喷你妹妹哦。讲。那里小烤肉，小鸡啊。讲啊，给爆了啊！讲。哎呀，那个讲德鲁古话很简单，很好玩。马这边刚刚讲德鲁古，马这边发散。嗯，我很好。那个干当饼，干当饼很好。那个每天在家。教小孩子讲母语很快就会了。每天在家教小孩子讲母语。你的沙发还摸得该丢不个鸡啊？你给你丢不了，该丢不个蛋。那个，就老人家一定要把母语教给小孩子，才对得起祖先祖灵。Asta kan doa bis misa kai teru ku kata ikan tetua ta mana cincin? Ikan tetua ta harus cincin kan? Ikan doa ta mana? Tidak betul. Tidak betul. Jadi, biarlah. Ikan mahatan tetua harus semua pilih. Ikan mahatan tua harus semua pilih. Tidak betul. Tapi, 才是谢谢祖灵的意思。啊。
才是感念感谢主人的意思啊，就是要有交代啦。那问一下那个鼻子这边有那个鼻翼哦，有没有分鼻子跟鼻翼这种讲法？这能把过了个门了，还有，是谁？我稍微带黑了带好，没有分那么清楚。好，那问一下哦，那那个鼻子这个鼻孔怎么讲？里面的鼻屎怎么讲？有个小朋友，哎，你不要挖鼻屎，很脏。嘎拉兹，母户。就是鼻屎上，对对。那那个鼻涕呢？黏黑哈。那里面那个鼻毛，有时候我们鼻毛会长出来，要拔掉。那个是，鼻毛有的会露出来，不好看。布金母户哎，忘记了。布金母户，布金。布金。布金。对，布金。有个那个舌头有耳了。后面有一个了。布金母户。母户哈。那个流鼻血怎么讲？生乌恶。生乌恶。对，生乌恶。生乌恶。对。那像那里的会常常那个鼻子会过敏哈，鼻子很敏感很过敏，那个怎么讲？我们也分不清楚。哦，那好，那个痰怎么讲？哎，咳嗽那个痰了。那个，比如说我们擤鼻涕。哦。那个擤鼻涕，那个擤鼻涕怎么讲？这样。那罗，不要我马屁是干我喉塞哟哎。去打喷嚏了。那有时候里面有痰啊，你会这样，不行，呸，这样。那个擤鼻涕会不会讲？那有时候里面会有那个脓啊。有时候那个感冒发炎啊，里面会有痰，鼻子里面会痰，因为。就是说要对。因为我还要欢迎你这段话，我还要。就大概就好了，就是说每一个老人要把德古话传给小孩子，才对得起祖先祖灵。啊，意思大概就不一定要顺着这个意思嘛。对。这三样东东就是米色咖喱、德古跟那个等等，给他们的多的、我的、等等等。这个刚刚这个女婿是韩国人哈，那要不论是外族的外国的女婿或媳妇儿，都要教他们讲德国话。没有，就像他嫁到韩国，他学韩文啊，他有时候教他一点点啊，因为通关他也不会讲，就是说造句了，翻译这个句子。你的意思是说他嫁过去了要学他们的话吗？不论是嫁进不论是外族别族的，或者是外国的媳妇或者是女婿，都可以教他学一些德国话，简单的这样哈。啊那我的给公啊，给他们哭啊，这人妈妈阿妈阿妈把那我都把这个吉米色的盖德国那个冰大。多多少少了，少部分。那个小孩子是德古最重要的母语国宝。就是小孩子是德古话最重要的传人。德古话传下去。下去，那那些都一个马哈马来的一大黑字的，就是等于是转换的意思。不要倒。那个就接续的意思了。就以后一定要逼小孩子学泰鲁的语言，要做接续。你的那个阿西吉烧咖喱豆腐跟那个咖喱的豆腐跟那个。好，那个德鲁古话谢谢怎么讲？他们是毛外班的，可我就已经习惯在那等。他们讲说什么毛外书班？通常以前什么毛外是你很大方，对，我们没有母语嘛，你很大方，就是怎么讲？可是现在讲说，那以前就大家都是瘦嘛，大方是粗嘛。以前那个，假如人家送三餐送什么，你会有一个那个
谢谢。对，那那种。阿拉岛哈，不是十八代。在更久以前怎么讲？我的记忆里，我就是个年纪最。像有的送礼都多少会有些礼数上的回应。回忆呢？日本人没有回来之前那个怎么讲？那个我就不懂了，那个老。他通常我们所知道的是，他如果送东西给我，哎，他懂哈，因为我所的认知是这样而已。啊，就是后来是。后来是，后来是巴的是，后来是巴的真正的意涵是说，你很大方了，可是你很大方，可是你也谢谢，谢谢这个是日语的哎，他懂。我们自己本身的意思。那个像他们刚刚杀猪后，有的说找那个很有经验的来，不要找不会的来。很有经验怎么讲？就是很熟练。很有爱想。就不要找那个不会做事，找那个很有经验的来，很快。他其实跟命格的巴的有一个一条门命，所以你找个专业的做事比较快。专那个专业，专业就是等于是经验。我们的话是这样啊，怎么讲？跟的跟的比就是经验，很会这样，很会，很对，就是等于就是很会专业。我们没有那个母语，就是很会，就是经验老化就是很会。他动作很快的，他速度很快。斯里高比多萨纳，他的动作很快。斯里高比多萨纳，哦，那个交给就是假如说没有问题，怎么讲？就交给他就好，没有问题，他没有问题。别个黑啊，怎么给他黑啊？那就是交给你，他会。哦。你说没有问题吗？我们又是一个 Monday， 那也是日语。那个我们一般讲英文 Yes 或 No， 是不是？怎么讲？是怎么讲？是啊，哎呀，哎呀，不是呢，阿吉，阿吉，嗯，对跟错，阿吉 ，Kia， 对是 Kia， 错是阿吉，也是阿吉哈。他比较会讲。现在几岁？我28岁。啊，你是蛮会讲的。对啊，那个，我28岁怎么讲？阿古查比卢沙波西盖说阿我，那种说那个他长得很帅，怎么讲？烧卡莱迪马就，烧卡莱迪马就，很漂亮，怎么讲？不吃莱迪马就，很女生很活泼，讲三八哈。大概把高把多么多么八海，那个跳舞怎么讲？是咪啊？那如果转圈圈呢？迪拜有事。不是扭屁股怎么讲？扭腰，扭屁股，对，扭屁股。叫那我好像没有很少这种。有就抖嘿抖胸怎么讲？你哦，跌下来了受伤，无力啊！阿妈，阿妈，有没有老人家可以求救？没有，叫抖胸。那我问一句成语哦，你要不要坐进来一点？因为那个反差比较大，阳光会照到。我这样比较好看，我需要阳光。那个鸡飞狗跳，你帮我照四个字照顺序念。小鸟那个飞。乌鱼，那呀，瓦杜。小狗跳。喵呀，那个运动，哎呀，很壮，怎么讲？米超超啊。那有没有那个肌肉这个字 ？muscle。马不长一张鱼啊，马不长一张鱼。那如果说舌吻跟垃圾可以怎么形容？是马五加，舌头怎么讲？是马五多啊，是马。女性用品、卫生棉那个怎么形容？那广告很多这个产品哈。早点，那要怎么讲？我如果用台湾话，我要去买那个产品，我要用台湾话讲那个怎么讲？问那个大，你帮我问一下，那个保险套可以怎么形容比较贴切？形容啊，这种夸张啊。有啊，我上次啊，就差不多，就是就差不多。你那么长。
卢九是男生哦。对对对对。那、啊、女生的怎么讲？卢几？哦，那个。好事了。阿是查夫是黑夜到卢九，你干嘛我们叫卢几？嗯，好。很快，真的没事。不会，你的国语名字叫什么？介绍一下。我叫林思健。问台湾族名吗？啊，叫思健哦。我28岁，28岁，稻香大鸟村。大鸟村台湾族话怎么念？巴扎法，对这个，巴扎法。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